哎 ，Tiffany， 你该考试考怎样？可以啊，哎，老师给的 note 都有出来，你看。嗯、啊？这个是，这个是 A 哈、啊，哎。今天是考这科啊？今天是考这科啊？你有没有进错考场啊？哎，我们这次这么早考完试哦，不然我们就 plan 一个 road trip 啦，我们去北部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边的风景很美啊，我可以看着大自然。自己唱歌，自己弹吉他，多好啊！看你们几时空，我们一起去。哎、欸、，OK 可以。哎、欸，爸，为什么这个信上面有了资料，还说我报名了什么音乐班？是爸爸帮你报名的。啊？你不是不懂我没有唱歌的天分吗？爸爸知道你喜欢唱歌，只是你不敢。你也知道啊，我中学在教会的时候唱歌就一直被人家笑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爸，我就真的不想去。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你好，学费已经帮你还了，你去就是了。什么学费钱你已经还了？你还了你自己去啦。以前妈妈都不会这样子逼我参加什么音乐班。不要跟我讲妈妈。Christian music。什么时代了，这是 Christian music。 停 Tiffany， 你拿去再唱一次下。错，你回家到底有没有练习的？我喜欢 Christian music。 哎呦，被老师骂了，把你的笔记洗了。把纸给我拿来。为什么他们要嘲笑我？我又不是真的不想把歌给唱好。对，你会唱歌之后，我会带你去台上一起唱歌，不要哭，这个是我的朋友。能够用歌声赞美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什么？难道这些都是你的安排？可是为什么这么困难？而我从小就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如果我能唱，那该有多。不明白，我只剩下两个女儿，我妈妈她已经过世了。我虽然只想你唱歌，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自己可以站在很多人的面前，唱出好听的诗歌。